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反曲点，inflection points。什么叫做反曲点呢？反曲点就是，以，如果说这个点出现了一个反曲点，它的话呢，在左边、右边它是出现的一个上凹、一个下凹，要不就是一个下凹、一个上凹。那它的话呢，介于上凹以及下凹的交界点，我们就称为 inflection points。那么 我们要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，如何去寻找这个反曲点呢？首先，第一步我们要用的是二阶导数等于零，这个位置的话呢，这个等于零未必是反曲点，因为的话呢，这个只能够说它是一个二阶临界值，那么它这个地方要非常的注意，我们的话呢未必是反曲点哦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？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，让各位同学看。来，我们看看例子。例题是这样子的，我们题目是 x 四次方加一，我们来找反曲点的坐标。那我们来算算算看啊。那各位同学看哦，要找反曲点，是不是首先第一步先微分？这个微分是多少呢？四 x 的三次方。那反曲点要看的是二阶导数，所以我们再微分一次。 Double prime 是多少呢？三四十二，十二 x 的二次方。好，现在的话呢，我们就来看了。假设这个要零，那这个的话呢，x 就势必也是零。所以 x 等于零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，这么说了，它是二阶临界值。 现在我们肯定了它是二阶临界值，它是不是反曲点发生的位置呢？当然，我们列表让各位同学看，这个地方是 x，这边是 double prime，这边是 f of x。来，二阶临界值唯一的一个是零。我们再来看下去，现在来看的是这个这部分。 这个算式，各位同学看，如果 x 比零还大，二次二次为分是正还负？正，因为的话呢，二次方一带下去一定都是正的，负的也是一样，负的负的平方它还是正的。哎，我们发现的话呢，零的左右通通都是正的，那它不是反曲点哦。那它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是上凹。 这边也是上凹。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这个题目的话呢，说什么了？说是二阶临界值，它会让它二次微分会变零，可是它不是反曲点哦。来，我来看看它的图。我们的图形看一下哦，它的图形的话呢，是一个很像抛物线，但它绝对不是抛物线，因为抛物线是二次方，我们这个题目是四次方，会比倾向于比较像是圆角。 圆角的矩形的样子，那这个这个题目的话呢，在这一点的话呢，它是左边上凹，是右边也上凹，所以它基本上来说，它是一个二阶临界值，但是它并不是反曲点。